哦，但是不是叫你们速度慢哦，转折中间速度要加快。哦，不然等到你们踢完，那个对方就跑掉了。二。哎，不错哦，队形我有听到声音哦。三。哎，对，不错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哈、哦。我们现在除了练习踢外，还会练习摔哦。好，来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好，去练习我。第二脚后回旋，那时候第一只脚的稳定度，第一只脚的稳定度准备又第二只脚出来哦，每一只脚都是很稳的，而不是那个怎么讲，会晃来晃去的。好，最后一次来，哦，好停，好换边，好来一样慢动作哦，会的指导一下，不会的哦。好来哦，听口令哦。那有问题的自己慢慢瞧吼，哦，咪咪，你这是下压腿的，不是后回旋，对，哦，后回旋是直接的，不是人转身又再出腿，哦，你现在你人还是有转身对不对？转过来才下压，哦，哎，对，这就对了，这个就是了，你听懂吗？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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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个手的高度要在头哦，你们不要欺负对方哦，对方是踢得到的，当然